叫《明天的有一个人》，然后08年开始就回落了，09年继续回落，10年继续回落，那11年、11年、12年，你这个预测，那么你首先看到了这份报告的话，一一年的预测，那数据，你在方框里面呢？这是我们的预算。因为你这个报告是在11年以前，对啊，没有，这个是。这是我们今年做的，你这个11年、12年的规划在那个黑框里面。这是我们预算啊，对啊，11年、12年你不在预算，11年最起码你不在预算。我说这把，我以为11年人口增长是什么原因造成的？11年这个主要为什么很多人会搬进来这个城市？因为你看，你可以看纽约啊，这个 Boston 啊，芝加哥，它的人口增长只有2%-3%。这里的人口增长18.5%，为什么？你工作机会有，就是你生活便宜，然后你住的生活住宿还是可以跟。